由龙湾启德邮轮码头附近乘风到一个地盘，今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，一名工人死亡。意外发生在下午2:30，一名年约50多岁的男工人在工作期间，怀疑因为吊臂货车吊臂的铁钩突然松脱，遭到吊运的铁板击中，重创昏迷。现场工友慌忙报警求助，伤者由救护车急忙送到去联合医院抢救，可惜最终伤重不治。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，正在调查原因。